自然界生存，危险总是无处不在的。视频中，两只狮子正在进食，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突然水里窜出来一条鳄鱼，雄狮吓得直接跳了起来。而这边 boss 刚抓住羚羊，正准备拖到河边好好大吃一顿，不料旁边走过来两只狮子， boss 扭头一看，瞬间吓得撒腿就跑，自己好不容易抓到的猎物就这样拱手让给了狮子。最近又有人拍到这样一幕，一头野牛正在水里悠闲地泡澡，殊不知雄狮正潜伏在草丛里，野牛发觉不对劲儿，决定先发制人，只见他悄悄起身，然后猛地朝狮子冲了过去，狮子吓得立马转身就跑，本以为野牛成功保住了小命，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，数十只狮子闻声赶来，可怜的野牛当场被干倒在地，就这样成为了狮群的晚餐。